社区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安全的环境。我们在每一个地区成立了我们这个风云分队，我相信将来在救护的能量，还有救护的速度，还有我们欧卡的这个存货率这部分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发展。那我们这一栋建筑不只是绿建筑，环保，然后无污染很重要，同时也让整个大楼跟我们莺歌的在地特色，还有在地景观以及消防局的红蓝黄三个色彩能够结合在一起。我相信这栋大楼一定能够顺利的成为我们的一个地标。Temple of the greater good.